陆港地藏王庙20号傍晚起举办为期3天的祈安大法会，在福禄河滨公园举行祭水灵、放水灯的仪式，重现陆港百年的民俗风华。因为疫情的缘故，到场诵经除了戴口罩，还得戴上面罩，2小时清消一次。今年也新增了疫情罹难者牌位，超度亡魂。放红点灯。点燃纸灯漂流到溪中，彰化县长王惠美还有庙方人员一起在福禄溪河滨公园旁举行放水灯。这是中原普渡鹿港地藏王庙祭水灵仪式，每一艘水灯纸船造型都不同，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特地打造了这一艘药师佛船，船上不只放了药包、大补汤，还有药材跟经文。因为新冠病毒大家很意外死亡的那个民众，我们希望借着这艘船来渡引他们这亡魂到我们庙里来给地藏王菩萨给他超度。除了水灯纸船，今年也新增了疫情罹难者牌位，但是为了防疫，香客不得入内。到场诵经的法师每个人也都戴上了口罩、面罩，而且桌上通通加装隔板。一个桌子就是有坐三位，那就是都有隔板，还有口罩是要戴嘛，然后再戴面罩、隔板，这样子安全。那我们就是2个钟头就清消一次。时间一到，工作人员沿着桌子两侧来回清消。疫情期间普渡也得兼顾防疫。记者林一峰彰化报道。